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朋友，就来基尼医院吧。哦 ，Amber， 有什么事吗？出大事了！鲨鱼妈妈说肚子好疼哦。啊，我去叫医生过来哟。哦，鲨鱼妈妈还好吗？哎呦，肚子好疼哦。请稍等一下哟，护士好像要做超音波了。好的，医生，我来准备一下。首先在肚子上涂药之后，用超音波。哦，鲨鱼妈妈，肚子里的鲨鱼宝宝快要出来了，护士快点准备做手术。好的，医生。宝宝出来了，看起来非常可爱哟、哦！哇，是的呢。Hello， 来测量一下鲨鱼宝宝的体重。哦，好像宝宝太小了，放进保管箱里会比较好哦。在里面要茁壮成长哟。Hello， 下一位请进，乐佩小姐。谢谢我。往里面进去吧。乐小姐，您是哪里不舒服？我的眼睛好疼啊！哦，您的眼睛红得很厉害哟。我看要做个检查才可以呢。好，请往这里放好下巴，睁大眼睛哦。好的。好，我来看看哦。检查完了，可以起身了。最近看来很疲劳啊，您的眼睛都充血了哟。经常看太阳光或者近距离看电脑的话呢，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。所以呢，滴眼药水之后好好的休息哟。是，我知道啦。这里是医院，所以我帮您放眼药哦。给您眼药水，谢谢您医生，我会按时滴眼药水的。下一位患者，独角兽，请跟我进来吧。哇！独先生，您坐这里就可以了。您好，请坐。您是哪里不舒服来的？我也不清楚，我的头也很痛，还流鼻涕。我知道了，我来检查检查看看。好，请您来深呼吸看看哦。请您转一下身哦。好像得了严重的感冒哟。接受治疗之后呢，给您开个药方吧。来，把嘴张开，张大一点呢。哦，喉咙好像肿得很严重。要喷水喽，忍耐一下哦。把鼻涕清理一下喽。怎么样，用鼻子可以呼吸了吗？哦，医院的味道非常好啊。哇，好，这是药方，请您拿好，去药店一定要领取哟。下一位请进。彩虹棉花糖、巧克力饼干、维他命、退热贴。
您的药哦，一定要早晚两次吃饭以后按时服药哦。好的，谢谢您医生。